为什么叫失散弟妹？我在演艺圈的失散妹妹其实蛮多的。多？嗯，哪有很多？我第一个就叫就是网童，30%左右。但现在重点是我找到一个最像的了。有几趴？90%。有90%？98%。我再介绍一下100%的弟弟，马上就要出现了。你是说100%的体重吗？失散的弟妹要带着许许多多好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。欢迎 NONO 钟欣凌、宋芸华、王大陆、简廷瑞，欢迎欢迎。干什么东西？好玩吗？哦，好像哦。哇，九十，真的很像哎。好，锦玲妹妹已经对团圆了，对对对，相认了。兄跟弟也见面。等一下，我冷静点。但不应该问他。不要用眼。设备。对啊，刚刚回头说我不应该问他的时候，他一回头真的在笑。对。我来对他，克胸，要把他，要把克胸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布哎，我输了，没关系，随便派我妹妹就打赢了。真的？不可能！我等一下好好选哦，我今天要给你选这一只。妹妹加油！剪刀石头布来啦！来啦！对啊，你看，我们三个长多像。对，你看，一起，一二三，哎。今天不跟我站在一起的。我刚刚站在一起，然后吃香蕉哦。什么戏？我的少女时代。叽叽叽叽，贝贝贝贝，叽叽叽叽，贝贝贝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啊？嗯，复古的青春校园爱情片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个，就我本人饰演的林真心，他是一个男生经过都会想要忽略的，很平凡，不要说他丑啦，他就是比较很平凡的一个少女，然后跟一个街头小霸王，还有校草，还有校花的一个。爱情故事，这是玉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玉玺有点像是那些年的感觉。对，女生版的，对，里面有出现，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女生在追求的很多的偶像，我的刘德老大宝，对老大，是萧大陆吗？你可以成熟一点吗？艳压在前几指，会有一只飞在前头的顶对压控制飞行方向。如果顶对压越飞越慢时，艳压。艳压艇竟然会 A 发出叫声鼓励领队 ，B 前队超车换压领队。可以讲得清楚一点吗？听不清楚这边有有有有有很清楚。怎么好？哎，没有没有 A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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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 A， 你来啦，来啦，对啊，来啦，我们三个长多像。对，你看，一起一二三 A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有问题，全队超车。对，我刚刚也这样想。全队超。鸭子领队可能很厉害，可是鸭子可能有像我这一种。重点是，如果他已经飞得慢，我更累，我怎么可能全队超车？你傻傻的，你知道我在旁边看他飞慢了，我一直往上抵，他就补，在队形就补上来。而且换谁领队？对，换谁领队？一定在旁边的。姐姐，我们不要理他，姐姐。来，瑞瑞跟露露为什么选我？我同意，因为动物，我觉得动物就是一个比较会动物的本能，对啊，本能的，真的。拜托。答案是 A。对，你吃辣吗？喝。辣，我昨天在剪。吃不吃？因为漂漂亮亮的女生，难怪你乏人问津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角色里哦。你先放学以后来没遇。黄鱼是体型最大的鲟龙鱼，黄鱼。那么内地它叫鲟黄鱼啊。那么刚刚也提到拿来进贡用的啊，一般要到20岁它才能够繁衍后代。这个时候，一只体重超过100公斤的母鱼，竟然 A 可以产75万吨的鱼卵 ，B 有75公斤的鱼卵，请问 A 或 B？你刚赢对不对？还有继续，没有真的啊，你可以克，你可以克胸，不要怕他，刚好克胸，对吧？克胸，剪刀石头布，头布，我要吃布哎，我要输，临时改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随便派我妹妹就打赢，很难猜，超过100公斤的母鱼，70万颗了，哦，75万颗哦，75公斤鱼卵是夸张的，75万颗鱼卵。感觉比较合理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好，合理还是夸张？我在问，我现在合理，合理的是75万颗啦。好，75万颗，我支持你。B 好 B 好。
不会拿出题目啊。哦，也是哦，你们那个如果以工作人员的角度来思考的话，七十五万颗鱼卵，我不讲想法，中间三位，谁选择？我选谁？到我这边来，100公斤，直接选这边，大哎，瑞瑞。可是工作人员有改啊，七十五公斤鱼卵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你也到这边来，对耶。专门做乌鱼子，所以它一定要量要很大。好像是75万颗，因为其中鱼好像是在黑龙江那边有做鱼子酱，鱼子酱，专门做鱼子酱。而且它的小黑黑的那个其实是很小很小的。对了，好。是我的话，我会想选75公斤。75公斤很有点夸张哦。答案是，恭喜乔答对了。真的？里面也许要把很娇嫩的，麻烦你动作细柔一点捞匀啊。哦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你适合学菜。可以哦，我会看爸爸做菜，然后就会在。爸会做菜。对啊，家里是爸爸做菜，不是妈妈做菜。你是吗？他们家也是啊。没有，我家里是妈妈做菜。好，那现在这里头了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爸都去你家做菜。我终于知道真相了。没事，爸爸都是吃完饭以后才回来。人家都约好了家做菜。真相终于大了一个吧？是的，没错。来，一点点的玉米淀粉啊，玉米淀粉。好。真相终于大了一个吧？对。再度啊，捞鱼捞鱼捞鱼，流汗。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方法，能快速判别鲟龙鱼的性别，竟然是 A 验孕棒验尿验雄验雌雄 ，B 超音波扫描看子宫。猜赢就赢了，猜赢就赢了，猜赢就赢，猜出。给你加油，剪刀石头布。你太强了吧！你俩猜拳都猜输的，好强啊！要不要烧我妹妹？你有在哪里？你有在哪里打工吗？没有。他年纪还小，地方不能去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好像是 B。哦。为什么用超音波？不是，重点是子宫这件事情。他是。他是胎生鱼。等一下，我冷静点。因为他在水里尿尿，你怎么弄他的尿啊？验孕棒最快啊。这倒是还好，但是。我这一池里面。他一定在做区分吧？这题你选回来，那我选。我原本是想 A 啦，好像就 A。右边验孕棒。对。比较不应该问他，因为比较简单啦，因为鱼池他用那么多的动设备很难。不是他刚那个多了，他刚那个多了。我要换回来。他刚回头的时候，我不应该问他的时候，他一回头这边在笑。三位，请选择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那么挣扎，你就去那边 black hole 对啊，去那边就去得到了。这一次如果你对了，那表示是王大陆的问题，对，一样意思吗？一样意思嘛，好吧，还是想跟我。其实没关系，反正你干嘛那么只要一块就对了，对对对，一样意思啊。你这边哈，那你这如果是你对的，我就都是他的问题了，对，好不好？一定是。对。而且我好像看过这个新闻，是不是？对了，我听过这件事。验孕棒还可以做性别吗？验孕棒不是，你要重点是你要等鲟龙鱼尿要多久？对，它不是人，它不是。我刚刚在想这件事，它不像我去产检就能尿尿。好，你不要一直动作。我们是美食节目。答案是，答案是 B。不要吃完了，这样子等一下我可以分你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两个，他刚刚讲，如果我们平手的话，对分。真的可以对分。好好好。哎，真是是鼻酸鼻酸呐！为了要跟我对分，全部都要吃光光，你看看。哇，你们说到7跟8，哎，真的好精彩。好了，你们的输的含着香蕉，把这个细节介绍来。麦克风，少年时代，嗯，然后8月13，7月。嗯。非常好看，然后内容很充实，会给你2个小时的欢乐还有感动。我是少女时代，8月13号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好不好？再谢谢大家，谢谢。